不好，三号粉丝被人给击倒了。今天我可是要带粉丝吃鸡的，别怕，奔奔马上就来。我去，补枪这么快的吗？好嚣张呀，我已经看到你了。不就是趴在铁桥上吗？就是你打倒我的小粉，对不对？没有被禁，单发红点 M4 一样的一枪致命。这波过桥难度很大，大家团结一点。看到没？桥上桥下都是人。击倒了一个，赶紧爬到你队友那边去吧。OK， 又解决两个，桥上还有一队，后面还有人，你们负责解决桥上的，我负责解决后面的。这下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我去，一个桥好几堆人啊，现在只剩下我和二号粉丝了。汇合成功，小粉说还有活口，是吗？该我上场了。桥头还有一个，兄弟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队友都死完了，你也放弃抵抗吗？送回去干嘛呀？早死晚死都得死。哼，我记得你，打死了我可爱的小粉。前往安全区移动的时候，另外一位粉丝也不幸丧命。我一定找到杀人凶手替你报仇。观察一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难度有点大。但是为了给小粉报仇，我豁出去了。OK， 一个。两个。三个。按理说四人小队还有一个的。给我五秒钟就来解决你。Nice， 刚好赶上了，1v4为粉丝报仇成功，吉利符和 98K 我先拿着，285方向又有新的猎物出现， 98K 已经按耐不住了。 Nice， 又是两个爆头击杀，决赛圈再一次缩小，看来得稍微转移一下，做个伏地魔了。左右两边都有一名敌军，先解决右边的，再解决左边的，然后吃鸡就稳了。我去，为什么右边有三个？唉，是算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。想要和奔奔开黑的小伙伴，记得转发关注奔奔哟。